最低算捡起来抽反了吧，他们嚷着都抽到嘴巴里去了。孙亚龙的车队你们就别拿来说了好吗，玩具车遥控车，玩具玩具遥控车，我们一不小心碾过去都不知道把他们碾到了。哎我操，滴滴滴真的喜欢乱鸡巴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好坏好坏的这么不要脸，你还呀还在笑，你看他还在笑，多不要脸的人。这把是事故事故装的改装车，改装车遇到交警被 gay 了，看着这把还能翻，我开始认真玩 flip flag 了 flip flag 了，还在嘲讽我，还在嘲讽我，天天他妈上什么主播真会玩，你这种人猜的一逼呀，宝宝心里苦啊，心里心里苦啊。这把不用再看视频了，看我操作就行了，我来现场给你们演示不就好了吗。哎兄弟，我这个英雄为什么没有 Q？我跟你说，我操他妈今天一般人在这说你菜，我就在那里说我操我们心思他妈老 IG 车队孙亚龙无敌辅助，我们绝对他妈把他们打得稀巴烂，我一句黑你的话都没说，我一直在帮你解释你知道吗，一句黑你的话都没说，玩具车遥控车，玩具玩具遥控车，是是是是是，男人就坚持5秒，我说你妈5秒怎么不能坚持啊，5秒不能坚持不是男人，这东西坚持不了5秒。成功了，你们看左下角权威认证，超神你截图看到没有？我说出如果不是我们第一，超神我都不认。观众朋友们，小轩在不在？小轩在不在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是娇妹，能不能带人家一起玩嘛？我就承认我他妈智商有问题，我天地三清，道法无常，天地无极。乾坤借法鸳鸯入体，五毒不侵，九阳成精之体，化缘神功邪魔退散退散。哇，我都连续直播几天了，还说我不勤奋，太畜生了吧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还说我不勤奋，太畜生了吧。